如何不动手打败黑衣人？那我用掌。今天一早发现一群黑衣人在跳广场舞，有比例很好，看他们不爽，准备教训他们一顿。今天挑战全程不动手，康康最后能不能成功吧？ Lady go， 先把旋转木马的速度调到最大。呀，他们已经跟过来了，赶快站到台子上来。怎么样，根本打不到我，还没碰到我就被转走了。哎妈，要被打死了。坐在旋转木马上，安全的一批，这还有个炮灰。不转兔你们，我不叫糯米鸡。他那一招就把黑衣人都给干光了，所以我决定带他们都体验一点新鲜的项目。还是被子里安全。第三种方法最好玩了，99%的玩家肯定都没试过。奥利给，干了！多一点人来也不怕，撑住兄弟们，千万不能让那群僵尸过来偷了我们的脑子。糟了，有一个落网者，救命救命，事情开到这样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选的，好吧。大白天的都看到星星了，你们抢着给我洗车也不用这么计计吧。第四种方法就是来到这个轮船上，当他跟我们比高时，我们就带他去游泳。好家伙，还想戳我，现在变得像鲨鱼一样在我下面转圈圈，但是完全没有攻击力了。黑衣人的大 boss 也游了过来，然后掉了下去。我养了一堆鱼，怎么样，帅不帅？当然还没完，还有第五种方法。咱们先传送到牧场，然后点燃这些木堆，他们都游着泳来找我了，看我怎么代表月亮消灭他。怎么样，神奇吧？如果你还有更多好玩的方法，记得投稿哦。